这本是吧？嗯。哟，社长，你怎么来了？哎呀，少凯啊，人丁兴旺啊！你小子最近真是辛苦了啊！必须的，本职工作嘛。哎，但是能来点实在的就更好了。你小子，你想，一撅尾巴我就知道你拉什么屎。我这次来呀，就是特意告诉你。 要给你发奖金了，真的？那都是长室那种小气的人吗？是啊。不是，不是。哎，社长，你商量个事儿。你是不知道，我最近喝瓶啤酒都要掐指一算，你可不可以把奖金打到我另外一张卡里？好啊。 我现在就给骆小琪打电话，看他让不让。别，我开玩笑，开玩笑呢。哎，照这个趋势发展，我觉得现在的库存那肯定不够啊。嗯，啊，这样，少凯，你现在立马去印刷厂通知他们，马上加印，马上去，赶紧去。 小希，我回来了。你最近怎么都这么晚啊？哎，简安的小说最近太火了，最近忙着加印，还有铺书店。嗯，那你早点休息啊。啊，麦小希，我最近好辛苦也好累，我感觉我的心都要被掏空了。你再不给我点奖励，我怕。 我就坚持不下去了。哎，你好臭啊！先去洗个澡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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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你好烦啊！噔噔噔噔。我快递了，我先下楼拿快递。 跟着我啊！你快点回来哦！嗯啊，这么快，比我还心急。来啊！哟！喂，你谁啊？ 骆小西家吧？嗯。哎哎，你们谁啊？为什么乱闯人家？我报警了。骆小西人呢？看样子不是善茬。小西这是欠了高利贷吗？骆小西不在家，他要过几天才回来。 你有什么事儿跟我说。你是谁？我是他合租室友。不如这样，有什么事儿你留下你的联系方式，等他回来我再让他联系你。你看这样行吗？我是你哦，耍我呢你？不要打头，这里是我家。 我凯少怎么说在桃仁市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，你们不要仗着人多欺负人少，不怕传出去被笑话。凯少，嘴还挺贫啊。你爸，爸，爸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说你多久没回家了？你妈做噩梦说你又遇见渣男了，我过来看看你。 顺便给你消消灾。哎呀，有什么好看的？你看我这不好好的吗？好好的，他是谁啊？啊，他是我的室友。我刚才还以为叔叔是道上的前辈，吓了我一跳。哎，啊，小心，你爸难得来，你多陪陪他。我正好呢要去盯一下印刷厂的事情，我就不陪你们了。不用送了，再见，叔叔。 啊！哎呀，你妈的梦啊，还是那么准。
看样子你这次又遇见渣男了。爸，我跟江少凯是真心相爱的。哼！爸，江少凯早就不去酒吧玩了。那为什么不当着我们的面承认你们之间的关系啊？穿上衣服就跑，那分明就是做贼心虚嘛！ 你看看你穿成这个样子，谁见谁不怕呀？整得跟社会大佬似的，我都害怕。小希啊，爸爸走南闯北这么多年，什么样的人渣没见过啊？就他那样的浪荡公子哥，不值得你托付一生。刚才那个怂样子你也看见了，像不像一个斗败家的公鸡？以后他怎么进我骆家的门嘛？ 你不会是要来三重考验吧？没这个必要啊！少废话，必须按照老规矩办。你就听我的安排，我一定让你见到江少凯的真实面目。啊！江少凯啊，江少凯，跑什么呀你？